神中刻下，火速为通传，不分是一刻，号令出群杀！真正还要做画书，我刚看唔到，遐尼厉害。叫这诸天诸地府统领为上诸藩军，一一献魂兵去。真正有蛇妖，八哥还抬妖怪，厉害，真正就厉害。那是我找资料无唔对，出代志的所在，拢伫这个方位。会抓妖，无收掉就白了工啊！到底是啥在这个时阵走来？来让看到我的做法，我真先兴奋，就别看我危险啊！喂，刚才现在师傅已经开始做完了，刚才没带来哦。文金姐，文金姐，你哪里来啊？来来来，嘿，西风心金甲，拿到南古城，以后有所企图，分享当红请杀。今天早来早是要创啥？这个丹东神爷的人都识晒，伊应该是无看到我的做法啦，原来甲讲出去。啊，以后我们就麻烦了。吴连长，歹势，阮爸有交代，阿师傅做法时阵咪伊想我，我袂灵啊。啊，总裁无得来啊！阮爸身体不爽快，先转去，叫我来遮顾。原来是安尼啊！是讲这师傅无介意看到前面人。系啊。啊，不过无法度啊，这就需要人来顾，就叫我来啊。
阮爸有请师傅较通融的，莫想我就好啊。好啦，我就是讲吼，啊，总裁一个人来，需要人斗三工啦。既然你伫个，咱就无需要挂。文英姐，你先转去啊。那无好师傅知影有人伫个边啊，等你一上去，阮爸就歹交代。好好，我先来走哈。啊，有啥代志联络我。哦，好的。把做好做什么程度啊？进来看卖。你做了真好，爸爸在办公室等你。变心变啥？真变心啊！门关起了。哦。我穿到安尼，你公司敢会看口的？对哦。就算你 Superman 哦，嘛伫个电话亭内底，才会穿咧紧身衣啊，对不？哎，无怪啊，我甲超越两个人的名内底，拢有超界的，因为你就是变身超人，对不？我来讲哦，这件代志你千万唔通我袂讲出去，哦，那方知啊，我遐代志哦，一堆人啊问东问西的，迄加麻烦的，无听人讲过哦，人家出名，天家肥，做啥物代志哦？较低调的，哦，我知。对吧？伊老实讲，你遐尔厉害，环宇集团敢是你用你的法术做起来？我甲你讲嘛，哎呀，我若真正这么搞，头一件做的法术哦，就是把你卖这么白目，我这么头疼。我这不是白目，我是反应紧啊，甲你有默契。你想看卖？若无你早着互你王英金看破你的脚手啊！伊搁甲苏晴天阿妈熟识呢。到时阵你若死个讲，你唔麻烦。唔对啦，今仔这个代志确实哦，家财有你啊，替我安好。麻烦王金知影，真正就是加麻烦呢。你嘛知影，地当哦，对做风水真有意见。亲像。我对你阿公啊，滴滴嘟嘟。既然咱要甲因做生意，就要片面哦，迄无必要的是非。什么代志啊？咱点点啊做就好。爸，你的意思是你愿意学哦？你莫讲得遐紧啦，我无和你学是有原因的啦。啊，是有啥物原因？你遐尔厉害，无要通我是要通啥物人？我老实讲，做生意我就真正无兴趣啦。你教我教我一点认真哦，做你哦浙江的团领啊！我刚才讲我若学会晓哦，风水就给用落，做啥物生意钱家己就会走来啊！你看无想，阴阳法师既然这么厉害，像咱风水师拢无大富大贵，拢在替别人斗三工，无替家己做。对吼，为什么安尼啊？因为这毕竟哦。是下落天机，扰乱天道，所以吼，带有天命的人，拢是袂当吼替家己做遐个法事的，可能会当吼替别人做，甲遐利益传有福的人，也是有缘的人，确实讲吼，因后私心替家己做，就亲像我，命中带破，会脑瘤。就是安尼来，所以我这么多年来，拢无当法师，脑瘤就无法做。啊，不过今仔开单，唔知算落来出什么问题，知影会付出什么代价，我才唔敢教你。哎呀，唔管什么代价，我拢无咧惊啊。规日人哦，拢会生老病死啊，你看不当诶。啊，啥物拢会晓，结果咧，毋是邪癌，就是中风啊！为着人拢有可能会破病，我甘愿是学会这法术才来破病，毋才有结党。迄囝仔人，话讲了真紧，你若破病啊，就知影健康的重要。爸，你是会惊啥？你还佮我转身术？你若真正破病，身体袂堪治，转身术佮用咧，你就当重心啦。到时阵哦，想要加因到偌侪年，拢会用的。爸，遐尔厉害，你就教我教啦。哎，你想看卖哦？
哦，咱爸仔囝会当互相安抚，到时阵哦，做伙转身，安尼毋才有伴。爸爸需要你的小弟，身躯边真正需要你来甲我斗相共咧。爸，安尼你是愿意收我做你的徒弟啊？这种代志对我是一个禁忌，袂使胡白乱讲的。你若会当保守秘密，我才考虑来教你。爸，我保证，我绝对袂讲嘴。不管是阿嬷、大威，还是我妈，我都袂讲。你是同意哦，多谢哎，不是吧？多谢师父，请收徒弟300。哎，那这简单，啊，起单，剁鸡头，恁家伙就毒蛇，就参违背师门，对万家不好，安尼才会当算讲是拜师啊。好，我来去买鸡，等一下。嗯，哈哈哈，该讲生肖的啦。刚好就好啊啦！哎呀，手都错嘞，免啦。哦，遐尔认真的代志，你讲生笑你，多谢爸。